由我们文化局，我们陈局长陈家军陈局长，还有我们清水哈龙泉，那台中龙泉清水祖师庙的主委啊，那陈英雄陈主委，然后还有哈，还没到六点就来到我们现场关心的哈，那熊树也议员哈，我们张家议员，还有哈我们的许团长。还有我们各立委哈，那李委哈，还有我们议员哈，那各服务处的各位主任秘书，各派人，他们一起后了哈，阿哥兰仔的黄理长，现场所有我们的龙泉园哈，咱所有我家刚做领完，然后还有我们的现场所有好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好，掌声掌声，哇，今天的真的非常哈开心，也非常哈要感谢文化局哈，将我们一个。我们这次的一个传统文化艺术文化的一个巡演表演的部分哈，今天这一场算是哈，我觉得哈这个阵容真是把今年最好的这一场哈，在我们龙井的，对不对，局长？对，那是不是各位现场所有好朋友是要跟局长文化局这边感谢一下哦？真的，那今天看哈九天哈，我们今天表演的哈，我们九天哈，我们是我们的一团哈，基于民俗那个哈，现在然后现场了哈。还有刚看到我们刚开始我们的刚开始表演的哈我们的新月宝来的一个我们舞蹈团，还有今天还有一个优越国乐团的哈，那今天都一个很精彩的表演。那刚刚又有听到说有特别的 special 的哈，美国直播达人秀的刚刚我有听到了哈，对，好像是嘿，因为如果我没有猜错是佐藤医生啊哈，答对了，各位，这是加码，我在这边先跟各位好朋友哈，这个真的是他是得到我们美国直播达人秀的哈我们冠军。那在9月24日哈，公所这边真的哈要感谢文化局我们校园音乐厅，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呢，很多区哈都没有也没有办理我们校园音乐厅，那这边也要感谢文化局哈在我们疫情哈公所的一个大活动，应该算龙井区的第一场大活动部分在9月24日在公所这边举办哈，那就有邀请了很多的来宾，那因为疫情也不能开放太多人，所以那一天很多人想到现场。都没有办法到现场，因为熊这刚杀霸海娘哈，那天我们还是有规定一个人数哈。不过刚刚有听到哈，今天真的所有的观众哈，真的是大家真的好朋友有福的哈。我尤其连假三天大家哈，我看打那么快吹气头哈，真的都来这边哈。第一个我想哈，也是要观赏哈，我们九天的哈民俗技艺团哦，这个真的是国际级的了哈，都到国外去的表演了哈。那刚刚还有听到的我们的神秘的一个哈。今天 special 的一个嘉宾来表演哈，那在这边还是一样感谢我们文化局哈，那也要感谢我们卢市长对我们哈海线的一个偏乡的哈对一些的文化的一个表演的活动那这边哈也要感谢文化局将经费，而且将这一次的大活动哈可以来到我们龙井这边来表演啊，上重要，当你们是爱感谢咱议员呐。没有你们的预算的支持哈，真的我们也没办法看到这么好的一个表演。在这边试试也感谢我们副议长还有我们议员哈，这边跟议员付出哈，真的要真的好感谢哈我们议员这边对预算的支持。那当然因为疫情哈比较趋缓的，比较哈，我刚刚看了今天人真的哈来那么多人哈，也真的非常难得，因为我们清水哈祖师庙咱龙泉园哈算是咱龙泉哈。最大的一个信仰中心嘛，行哈，那全国的周树亚的熊短丁所最大的一个信仰的中心，那在这边也真的刚刚跟朱宇共啊，也希望我们文化局这边，我也这边也再次把局长拜托，真的也哈每一年来帮我们举办哈这么一个大型的一个有意义的活动，然后让我们哈。所有的好朋友，你们他行后还要跑到还要买票，还要到市区，还是看观赏这么国际级的一个精彩的一个表演了哈。那在这边呢，也要感谢各位。那刚刚有讲到我们的台中购物节今年第三年了哈。那从10月10日到12月9日那刚刚局长也有提到哈。那等一下各位朋友哈，您今天老消费，你给你500块都当哈去登录了哈。那等一下台检这个有要下载。台中购物节 APP 还行下载叫人做登录那跟各位你们就是累积，因为是打钢 TV 那每一天就有5000元的一个现金，5000元所以大家算看看咧，1000人会用抽到5000块现金，这就500万啊那每一周抽我们10万块的一个现金，每个月抽100万，那再来呢，最后就是我们抽豪宅各位各位提醒一下，因为这几天三天大家都出去佚佗跟各位提醒一下
那我们台中市消费哈，店家消费哈，我们才能参加我们台中购物节哈。阿张美琪提板工，我们哈台中市这边啊搭配五倍券哈，然后做一个最大最优惠的一个活动啊，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哦记得来一个登录然后那啊在这边呢哦今天晚上节目然后也非常精彩，那是我看见好像还有摸彩哈，那我在这边可能。哦，可能也不好，我们要赶快把握时间看好，还要看好的节目呢哈。在这边也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哎，那我们就节省时间，让大家赶快来看节目，我们就不再多邀请。那我们大家回到座位上，我们一起来大合照，好不好？好，来大合照。